想要开着机器人对抗巨大的外星生物吗？那就赶快来玩《失落的星球三》就准没错了。因为这次呢，游戏呢将重回到冰天雪地的外星球，对抗恐怖的外星生物哦。所以现在呢，就赶快驾驶你的机器人对抗这些恐怖的外星生物吧。Capcom 公司日前宣布，他们大获好评的科幻动作游戏《失落的星球》系列将推出最新的第三代作品，预计2013年初登场。不过，这次《失落的星球3》不是由 Capcom 自己开发，而是委托美国 Spark Unlimited 公司制作。但是，这家美国公司前几款游戏评价都不太好，让人不免对《失落的星球3》的游戏品质担心呢。而失落的星球三依然设定在冰天雪地的外星球，玩家在这蛮荒的危险地带要面对恐怖异形的致命攻击。为了对抗比玩家大上数百倍的巨大怪兽，玩家必须驾驶重装火力的 VS 机器人与这些外星生物周旋到底，甚至还能爬到敌人的身上攻击弱点。当然，失落的星球系列最标榜的多人连线模式依然健在。到底失落的星球三会是让人惊喜的续作，或是让人害怕的地雷呢？就只能静待后续的消息公布咯。